周友成。周友成今天带着哥哥以及姐姐一同进场。前方185公分，谢宗恩。谢宗恩今天带着妈妈以及教练一同出场。张维宁。张维宁今天带着妈妈以及姐姐一同出场。背号11号，后卫165公分，林子平。林子平今天带着外婆以及妹妹一同出场。原本我们就是有计划说，看看可不可以挑战2连霸。那这一年当中，我们也很辛苦的在准备这些准备要连霸的东西。那老天也蛮眷顾的我们，让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拿到这个冠军。这样，因升刚国中的时候，其实他难过的落泪了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表现的不好。那我看他落泪，所以我今天早上还特别跟他聊天。我就问他说：“你是怎么了吗？”对，然后他说他觉得他自己表现不好。我说：“篮球场他本来就是会起起伏伏，当你表现不好的时候，你要多做一些可以帮助球队赢球的事情。”所以他今天他也按照我的话，然后去做，努力去做啊，也做到了。那我们这次能冠军，他这几个超节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也谢谢他可以听我的话，然后愿意去做，心情是很开心。因为去年的冠军不是我们拿，是学长的，今年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冠军，是我们自己拿下的冠军，所以我很开心。就整个很没有信心，没有办法去在场上这个很积极的态度。那今天我对我自己的期望就是把防守做好，然后篮板抓一抓，然后就不用去想着特别去进攻。今天来讲，他真的还是持续了前两天的一个低潮，但是从防守上面，我觉得他做得更积极。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团队的胜利这种荣耀放在心里面，然后拼力的去防守。我觉得他今天很多防守都跟到位，甚至说很漂亮的超节，我觉得都蛮好的。谢谢。